我只要过来问听，我就是个白条了，降权的嘛。调解面顶有两个物件在扛，一个就是 GPS， 啊，搁会使监听啊，你公司。一关一关是安尼啊，帮你抓狗，你听无？都帮我要甲人抓狗，就你莫斗这啦。啊，咱唔是啦，谁能打下我的8:72秒？我先告诉你，台湾有快车。说咱有讲就讲吼，也不会使照 GPS，GPS 就是咱去买唱歌有无？那唱歌你买 iPhone 的，细粒啊。哇，超超50块两袋啊咧，迄个区别。其实这个物件吼，我跟大家讲，我嘛真建议恁买，你知无？咱即摆外口有一款吼，专门咧共对中 GPS 的公司，有一款公司你上网查就查有啊，就是讲，伊一日车顶哦，倒一只 GPS， 还佫倒一只监听，倒伫你的车内底，啊，你会使，你的电话会使卡，会使去看这车走啊倒，当时发的，当时咧发，这车即摆咧发，你行，拢会使看伊种预测，还佫会使监听车底讲啥。一关一关是安尼啊，无你掠狗，你听无？无要甲人掠狗，这你莫斗坐啦。啊，咱唔是啦，咱是讲无要甲人掠狗的啦。但是我建议大家拢去买只坐，我的机一只900多块啦，1000块左右也无贵啦。啊，圆圆一条颈，我都讲会使监听的有无？会使监听，会使看油车你发都无你发。一关爱去接车的线，一关咱一般人无得斗。你啊找迄做汽车电机的哦，想要降噪就来斗只机啊。啊，爱摸这条有无？大家拢要斗，免斗啦。都无倒的问题啦，啊，我这台咪防水啦，吼、哦，防水。所以为啥我这台物件就阮家搞，我就咱过来吼，我就咱过来，阮遐，我就是个白条迄条项圈的嘛。项圈面顶有两个物件在扛，一个就是个 GPS， 因为新来搞啊吼，阮一般搞是安尼，就咱过来，阮是跟个白起来，白七天，这七天还吃，还待遐还吃，啊未还走，啊还吃，到七天了搞了就放开啊，放开后十只，你可能有一两只狗会来走去。还是会跑掉了，走去都唔知啊！啊，我就去找用 GPS 去找狗回来呢。啊，我讲从每只狗啊，拢到一只小980块的 GPS 的项圈面顶。啊，所以狗啊出去了啊，无回来，我就摕迄个 GPS 电话去找啊，叫人骑到买赛车去甲抓回来呢。啊，第二种就是我甲这狗铁诶，我甲这个黑色铁牌啊，圆圈有一个牌子啊，哎，牌面顶写一下啦。啊，这狗叫什么名？啊，四足型，我就写外面四足型廖志贤的呢。哦，然后这家狗如果有遗失，哦，请好心人电洽，哦，我就老温哥走你的电话啊，老电话走你电话一下。啊，这家狗你啊有遗失，你要找到，你打电话来，还是我送回来，还是讲你打电话我过去抓回来。反正你把我换一只狗啊啦，我10万块给你做一个补贴安尼啦，好做一个工资安尼。哎，妈哦，这个牌啊割掉的人看到拢会打电话啦。啊，有的讲这毛真侪好人，打电话来，人我10万块拢会得提起，有真侪人坚持买提，真正有。毛人把狗送到门口的哦。然后我10万块摕阿姨，嘛无摕，真正有啦。啊，当然嘛有人摕嘛是有啦。我讲较含的吼，对面摕就有啦。我咧狗走去对面，你听啊，欠卡着来，哎，足早以前个代志啊。我咧狗走人对面去耍啦，啊，遐管理兵也是咱唔知啦。咱就卡着来讲啊，恁只狗叫露露，摆面顶就狗拍伊个名。啊，只狗就叫露露，我讲对，啊，只狗走到阮家哪啦，哇，歹势安尼。伊讲你摆面顶写讲哦，狗啊找回来了有一万上影无影，我讲啦有影安尼啊，啊有你看你要甲我载回来无安尼啊？伊讲好啊，我甲你载来安尼。啊我咧狗咧狗就无伊啊，我狗足济毋是一只尔，所以讲即个无一只无两只嘛无感觉啊。啊人就打电话讲，你路就无伊啊，去阿你阿伊。好啦，叫助理讲去外口等，啊摕10万块去阿伊啊。啊来所谓事啊，来路就人就掠人就掠过来，然后车都掠过来，啊10万块就下人啦。啊你有时啊入来了，我助理甲讲，大哥，迄拄啊路路迄有。诶，卡卡电话啦，都，你敢知？我都，啊，就坐对面啊，我坐对面，没有，啊，就你坐对面坐过来安尼尔，啊，敢摕10万块啊，啥物款人拢有啦，咱个狗走去对面，不管咱创啥，敢管你话，叫咱卡摕10万块，讲对面敢参观，你买10万，啊，讲真个嘛，有人找咱个狗敢载转来，真正确实有，嘛有几下个，敢载转来10万块，摕到伊手来，伊嘛不爱摕，伊讲免啦，我讲，一元是百元人命，安尼话，巧克力莫过一搞钱啊啦。我人讲哦，一米七百有人就是安尼啦。你不要讲，人有百百种的。啊，我来讲只 GPS， 我来你一个建议是安尼。这边 GPS 哦，跟我看 GPS 无同，一般 GPS 爱插电，咱车你啊问只有坐车就知影。那么 GPS 爱夹车的电话夹掉嘞，夹掉了，伊才是上信号。啊，这 GPS 哦，咱帮我看你买较大只，啊，伊会使录音啦。哦，啊，无电就无啊。啊！伊即个 iPhone 诶吼，毋免插电，毋免接线，所以买来就会使用啊。伊阁加一个配套啊，加你就甲项圈面顶，啊，是讲你诶手机就加一个手机面顶。
我一般建议是安尼啦，所以你的车，还是车的锁匙，我建议你加些加些 GPS， 伊就加细条，像五十块安尼哦，细条万尔啊，佮旧一刷表两块五十块大安尼啦。我建议哦，大家拢加些 GPS， 加些锁匙面顶，加些车。我倒的车是拢有夹啦，我夹是车面顶啦，我每台车，包括我囡仔、我太太拢拢夹夹。我虾米甲家己敢知？第一，了解讲家己太太啊，家己的车，家己囡仔去走去倒，咱会使看。第一，万一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他们在哪里啦、啊。哦，啊，第三就是讲，下个歹运的无，拄着人来偷咱车的无，啊，然后手脚拍开咱车对人去啊，一倒位咱来找车转来就好啊。啊，不哩好用，然后伊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啥，唔免纳钱。我拄讲迄款车的无，啥监听的无，伊是专门像类似啊征信社利用的哦，迄逐个月爱6000的款啊，到期也是万，我之前拢有投的。到底是万二块啦，啊后摆毋半年6000块个款啦，爱纳一个月500块、几百块啦。啊，即 iPhone 免哦 ，iPhone 你家己就家己，永远都免纳啊。吼，啊伊只灯只真有动，一年，你九百块买就家己，一年交了信号无啊，伊会甲你讲，你只你挂拍开，我只电池，过一年，哦啊一年真有动，拢免阁充电池啊，真方便啦，免做免搭只电线。所以我建议安尼啦，你若饲狗个人吼，像你后搭安尼，啊家己个皮啊。啊！你啊，搞袂介，就准备先去找啊。啊，就讲你厝囡仔有无骑倒摆啦，是塞车啦吼、哦。尤其厝遐囡仔啦吼，还是找人啦，锁匙夹一个嘛好。迄锁匙夹嘛真方便咯、哦。迄你锁匙夹你肯啦吼，啊你带你桌顶有无一个所在？你知？啊，你伫厝内底哦，你手机摕来甲洗哦，洗只肯啦伊甲你讲倒位哦。啊，你来手机来找一个去找甲伊肯啦去，找甲找你锁匙，嘛兼找锁匙啦，嘛再兼找你锁匙。啊，我建议大家买俩，哎、欸，我买足济啦。我公司哦，唔啦，够有夹啦，我公司车主拢有夹，我家己车也拢有夹啦。啊，车警看着看你，报警去警察来再找伊啊。啊，你手机拍开就 GPS， 一直对着车。900块，免阁纳月费，啊嘛免充电。我感觉这个真系买的，一年就换一台电池呢。所以我建议你家己去买一粒啊。当介车顶啊，以防万一啦。不管发生什么任何状况有无，甲厝内底人嘛甲找有你，啊，你锁匙碰见啥，要找家己锁匙嘛找有。啊，狗也拴出去有无，嘛找有。啊！我再讲真个，一只狗吼饲较久啊，酸嘴吼真唔甘啊！我要听副院长晓，副院长是安尼啦，因为我顶一届甲开跑啊，讲两件代志嘛。第一是咧流浪动物的问题啦，吼、哦、流浪动物的问题。啊，第二是流浪动物的问题，第二是咧落啥外籍移工啦，外籍劳工这个问题。啊，副院长今日教育会补两点啦，两点，然后伊个回动迄个庄进成立委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佫有。啊，你啊，我面拢无咧背啊。又回到那个庄敬诚立委啦，然后